好吃的面包又来啦，这个19.90是法式干800克啊、哦。这个面包真的特别好吃，你们当早餐，然后平时吃都行。它超软，你们看，它就属于手撕。我们这边超市的话，它一根卖4块，特别好吃。这个就是100%的回购。它属于微甜，不怎么甜。